2月13日，记者从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了解到，为做好出租汽车行业车辆消毒工作，全市已设置了9个集中消毒服务点，为全市的巡游车、网约车免费提供消毒服务。目前，这9个集中服务点日均消毒的出租汽车可超过万辆。当日，记者在广州南站一处集中消毒服务点看到，不少出租车正排队进行消毒，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用手持电动喷雾器对车辆内外喷洒消毒液，在消毒完成、驾驶员登记并接受体温测量后，工作人员会在车辆显眼位置贴上你乘坐前车辆已消毒的消毒标签。我感觉非常好的，这政府对我们司机和乘客一种那什么关心嘛，是不是？反正怎么说，这样消毒是最好了。而再怎么说，多准备这些消毒的还是对这个病毒有帮助的，大家都注意一点，这不就没事了吗？是不是？除了给相关车辆消毒，在消毒点的另一侧，现场工作人员还会对未配备手持喷壶的车辆免费赠送喷壶和消毒液，方便驾驶员在每次运营之后自行对车辆进行消毒，同时还给车辆驾驶员发放相关防疫宣传资料，提醒司机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，佩戴口罩，勤洗手，车辆勤消毒，勤通风，做好自身防护，保持车辆清洁卫生。我们也设立了，就是说司机朋友的这个自行消毒的这个服务点，免费为他们提供就是消毒液。我们的目的就是确保司机驾驶员朋友和乘客出行健康。据了解，目前广州市在全市共设置了9个类似这样的集中消毒服务点，涵盖了4个出租汽车比较集中的枢纽站场，以及出租汽车途经密集的城市道路。像白云机场每天的出租汽车超过6000辆次，广州南站的出租汽车超过4000辆次，广州东站、广州火车站它的出租汽车也超过了3000辆次，其他消毒服务点它平均每天消毒是大约2000辆次。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表示，广东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来，市交通运输部门已经搭建了4层的消毒网络，包括主要交通枢纽和市区重点路段，以及各企业设立并供全行业使用的共享消毒服务点等，全力做好出租汽车疫情防控，为节后广大返会复工复产的旅客提供安全放心的出租汽车服务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